校长的查某囡仔诈骗考证阿伯，500块假纸票买30块金蕉。这张500块的纸票号码金蕉阿伯抓到处理哥哥。原来一切就是假钱。这幕呢，放起来，好去你面测。昨一早呢，68岁姓张阿伯上一台塞车去镇南的菜市啊卖金蕉，不拉个含钱去啊。一名40几岁当头装热卡的查某呢，用1000块买一斤30块的金蕉，阿伯走袂开，伊就改摕一张假500块，阿伯走伊470块。等伊一离开呢，就感觉怪怪的。摕500块呢，甲隔壁卖面的头家娘确认一下。好，请我们确认。可是人已经跑了。对。这个顶管的疑虑，被砍掉的咯。阿伯今仔日嘛去警局做笔录，提供资料要来揪出伪钞的集团。考证的阿伯甲后生大做伙。挂菜来卖是唯一的收入，一套早5点呢，就去菜市啊，常常一天呢，赚无到500块。你伫遮卖偌久啊？3个月。较早咧做卖菜，刚卖到12点啊。生意好啊？好。阿伯第一届收到假钱，无赚阁倒贴，好加在1000块无法度走开，阿无损失恐惊阁较大咧。恶极啦，欺负这赚辛苦钱的老伙啊！电影中心赶紧摕出你手中的纸票来检查一下哦，报道。